香很多。对。那天祥广场吗？你广场，我们那边。放在地上，你放那边。那个地角师傅那边有没有投资的？没有了，他给你忙，他去帮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记得我们上次。以前哦，很久以前之前是有，我们都客人就是，你最近知道吗？造成他们的困扰。对对对对。就干脆几点就不干，他们又他们找客，怪怪怪怪，哎。对，他就把它关起来，然后吃的以前是有像你们游客哦，有去啊，一些那个，嗯，现在不要了，像这又麻烦，还要帮你们煮。啊、对那个人力的，那这边，你的大门在这里了，这个，这对对，然后那个钥匙看看，那个钥匙就是，那个钥匙哦，你打开以后哈、哦，就正前方那个是你的房间了，左右不是了，那边一个客厅很大，晚上这里会很冷啊。哎，好，现在都是凉凉，凉凉的，以前棉被现在是盖凉被了。您说，您再讲一遍。这边门打开，对，这个大门的，然后打开以后，中间那边再打开是你房间的。